这一分钟，看世界停在左手，下一分钟，看时间流过右手。上帝给一个人第一秒之后，也是给一个人第一次选择，让不让水流动，答案在你的手。天空之中有一颗蓝色地球，混沌之中有一条蓝色河流，大地给一个人第一次自由，也是给一个人第一次放纵，要开启一个梦，要勇敢向前走。天上来的水流，天下人的以后，世界应该怎样跟未来招手？地球村的领袖，新世纪第一号龙头，在远处等候。天上来的水流，流过千万里路，流进我的掌中，留下了温暖。目标就在远方，一秒我也不肯停留。我们要一起走。混沌之中有一条蓝色河流，大地给一个人第一次自由，也是给一个人第一次放纵，要开启一个梦，要勇敢向前走。天上来的水流，天下人的以后，世界应该怎样跟未来招手？地球村的领袖，新世纪第一号龙头，在远处等候。天上来的水流，流过千万里路，流进我的掌中，留下的温柔。目标就在远方，一秒我也不肯停留。天上来的水，天下人的疑惑，世界应该怎样跟未来招手？地球村的领袖，新世纪第一号龙头，我们要一起走。